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的课程是《佛说四十二章经》啊，那我们讲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呢，也就是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视自心源，达佛真理，悟无为法。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在我们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三大欧僧祇劫，不管在家出家，是不是都是希望能够超凡入圣的第一个阶段？啊，只不过出家人比较专业的，专门在这样子的路上呢加紧脚步，啊，那在家人可能也有哈，在家人的这个哈包袱啊，像家庭事业，不过。也一样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路途上面呢，其实是一样的方向的哈。所以呢，这里讲到说所谓的出家沙门啊来说的话呢，要能够断欲去爱，所以我们说首先就是先慈亲割爱啊，慈亲割爱，能够专心的在修行的这条道路上面去用功啊，所以呢要视自心源呐。啊，也等于是前面的视心达本嘛，啊，因为要深深的去体啊，去认识我们的心，啊，并且呢，去看到心的这个啊，这种生命的这个泉源，啊，那因为也透过认识我们生命的泉源，才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累生累世的来修行，也因为透过累生累世的修行，才有机会达佛真理哦。好，乃至到悟无为法，有没有？好，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视心达本的这个本，是不是也是一种无为法？要解无为法，所谓的无为法就是超越世间，啊，这个超越世俗地的什么圣义地，圣义地上面的，啊，圣义地呢，也就是第一义，啊，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义，也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啊，真理现象的现前的当下其实是无为法，啊，它是无为法，这个是算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甚深的法义哦，啊，那当然佛陀也讲了很多方便权巧的方法，那其实我们说方便权巧，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引导众生啊，能够进入什么诸法实相的实法嘛，啊，所谓的实法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超越的法。啊，那这个呢，也都是要透过什么真理法则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来学佛，就是学佛陀教我们真理法则。这个真理法则，也就是佛所说的深理啊，甚深的道理，甚深的道理啊，也在甚深的道理里头呢，那也就是所谓的法性空慧的现前呢。啊，那这法性空慧为什么透过？否定式的符号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达于极静涅槃。极静涅槃的当下，其实就是所谓的无为法，啊，就是所谓的无为法啊。所以要能够悟无为法，哦，那这个都是我们在第一大欧僧祇劫里面的一致的目标，不管出家与在家，哦，所以，在家人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在家，说不定，哎，我们下辈子。我们这辈子发愿，下辈子是不是也有机会出家？啊，能够专心在这上面，也都有可能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在家居士菩萨也一样。其实，在我们的家庭事业当中，啊，只要我们的人生观能够做一些改变，啊，把佛法的真理法则来当做我们的人生观，其实样样也是在修行当中的啊。好，所以呢。要能够体悟无为法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是甚深的法义啊，也是属于真理法则的部分。一定要先理解真理法则，才有机会能够证得真理的现象。哦，好，所以呢，在真理法则，那么往往都讲在因缘法，所以呢，否定式的符号就比较容易怎样出现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里就可以看到。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有没有？心不系道，意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名之为道。这里没有发现否定式的符号开始不断的出现。哦，像无为法本身，
是不是也是否定式的符号啊？因为有个无啊，那所以这种否定式的符号往往就是要放下我们的执着，对吧？要能够放下执着，才能够灭而不再生嘛，灭而不再生才能够现起什么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就是所谓的无为法啊。所以过程当中呢啊，虽然我们也一样在这条道路上面啊，来修行啊，所以要能够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啊，这些也都是什么否定式的符号的出现。否定式的符号的出现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因缘法？如果以大乘法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般若道。以声闻法来讲，其实也是可以叫做所谓的什么中道，中道。所以要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有没有？一般我们会想说，哎，有内有外，有内有外是比较好理解。有内有外是相还是性啊？其实是相。要能够去否定这个，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因缘。所以我们说，当讲到因缘，他说既深且细啊，并且他还可以打破界限，他还可以打破界限。所以所谓的因缘啊，它不是局限性的。那这个呢，其实在打破什么相上的执着。因为这样子有没有固定的相啊？是不是就没了？何谓内呢？原生的力量强叫做内。何谓外呢？原生原灭的力量强叫做外。就是这样。所以内外它没有绝对性，不是切成两半的，而是什么融然一体嘛？它是不是应该融然一体的？就像生与灭，有生有灭，是相。为什么说不生不灭？有没有？为什么叫不生不灭呢？往内的力量大，就叫做生；往外的力量大，是不是就是灭？所以生与灭之间呢，它不是断开的两件事情，而是融然一体的事情。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所以呢，透过我们说，透过所谓的因缘法，透过因缘法，它会不断出现所谓的不二。这个其实也就是所谓的不二啊。这边性空，这边也性空。而融然一体，就像生与灭也是啊，不生不灭其实就是在讲生灭的不二，其实也是在讲生灭的什么平等。那同时内外也是如此，其实也应该叫做无内无外，是不是可以叫做无内无外啊？就像我们说，哎，这个心到底是在内还在外？其实无内无外，我们的心也不全然在里面呢，因为我们所谓的心不是只有心脏的心哦，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可以往外去奔放的？所以所谓的心，它不是它也是无内无外，这样能理解吗？我们的心情如何，是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也可以看看那个看脸部的表情？有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也会往外奔放，也可以说可以往内收摄，所以呢，所谓的不二，内无所求，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其实也是在讲不二的意思啊，这样能理解吗？就像《心经》里头告诉我们，以无所得故，有没有？《金刚经》说要怎样，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都是在讲因缘，其实就都是在讲因缘。
哦，内无所得，外无所求。这个就是在讲因缘，我们只能一切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哦，要是能够随顺因缘，其实才是一种智慧啊，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不是我认为一定要如何如何。啊，不是我们想的算，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哎，一切都是因缘福报啊。啊，只不过我们可以把善的因缘去加强，福报自然现前；恶的因缘要去怎样？要去消除，让业障不要现前，是不是？尽量，这个也只能尽量，也不是我们主宰得了。哦，所以内无所求，外无所，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其实是，也就是所谓的什么，随缘尽分而已啊。这样能理解吗？虽然我们也很希望内有所得，外有所求，但是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心愿。好，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们的心愿？那还是跟我们的因缘福报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只能去接受我们的什么因缘福报。哦，不管是多是少，毕竟这个就是我们的因缘福报，我们要能够去善用。哦，能够善用的话呢，就能激发出我们无限的智慧来。哦，所以呢，这里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并不是不是消极的说啊，随便他去，不是。其实这个是很高的智慧。这种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高的智慧？就因为这个是深入到因缘法里面的智慧，这样能理解吗？哦，就是说，就像我们唯识里面说，六识里头六根六识啊，都只是世间的聪明才智而已。唯有我们知道七八两是底层的这个部分是因缘法，这个才转为智慧哎。聪明才智转为智慧，这个智慧才能够流转，成我们下辈子可用的。哦，不然的话，我们的学历证明或者我们的存折这些能不能留着下辈子用啊？那个没有办法的，有形有相反而留不，没办法流转，反而是要无形无相的，是不是才有机会流转啊？这样理解吗？如果我们理解因缘法，我们的智慧资粮就有机会再流转下去用。啊，那所以呢，一讲到这个下头的部分呢，它可以流转，啊，那个才叫做智慧啊。这下面这个部分，法性、因缘法，这上面只能讲是聪明才智，下头呢可以，如果理解因缘法的话，这个才叫做智慧。这才叫智慧，因为这个部分它可以流转的，这部分是可以流转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无形无相，它就是用因缘法。一旦用因缘法呢，它会是不二的，它都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所以要能够怎样，心不系道，意不结业呀、啊？好，我们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要维持我们的道心道业，有没有？那是不是应该要心要能够系道才对啊？心能系道，这个是相还是性？相，心不系道，才讲法性啊。对，并不是说啊心不要去系道，不是，而是说我心能系道的当下，因缘法是不是还是很公平的，很平等？我能够系到什么程度？那么也只能怎样随缘尽分，包括尽分哦，这样理解吧。所以心不系道，不是去否定说啊，我们心不要去系着道业，那就不对。那这样子就变成是在相上面来解释，这样懂吗？啊，就像说有我啊，无我，明明有我相。但是为什么会讲无我？一般误会以为在否定我相，其实不是否定我相。有没有我相？
有我相，只是这个相不稳定。相稳定吗？不稳定，随时在老化的我，是不是？随时在离散的我，哎，这样理解吗？我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我，不是在否定我相的存在。我相是不是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更客观的看待这个我相本身是一直不断在变化的这个我相。为什么会一直不断在变化的我相？是因为这个我不过只是因缘排列组合出来的我，对不对？啊，从原生出来的我到现在是一个缘灭，啊，倾向于缘灭的我，哎，啊，灭到合不起来的时候就死掉嘛。但是那是不是也是有朝一日的事情啊？原生之后没有不圆灭的，它必然是会圆灭，哦，所以讲的无我不是否定我相，这样能理解吗？是在讲我是性空的，我是性空的叫做无我。什么叫做我是性空的呢？我不过只是众缘和合出来的我，哦，我呢是不是也会是众缘离散的我啊？也会是哦，是随时在变化的我，这样理解吗？所以这里的心不系道，不是在否定心能系道的相，而是说我心能系道到什么程度，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每一个人心系道的程度是不是各有不同啊？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因缘，我们宿世所累积过来的因缘福报是不是各有不同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细到的程度其实也各有不同，哦，每一个人不一样。还有呢，我自己本身在有生之年，哦，假设说啊，我们也都还是出家的，哦，愿意用功的人，但是也不保证我每年每月每日都是这么样子的用功，都是那么样子的细到，哦，是不是也会变化的这个细道的程度啊，这样理解吗？它是不断的在变化中的细道，哦，也因为是变化中的细道，所以我们更是要怎样随缘尽分，随顺因缘，因为因缘一直在变化的嘛，哦，但是我们应该要恪尽本分，我们也只能说恪尽本分而已啊，哦，而我没有办法主宰我一定啊，一定是细道的状态，哦，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呢。我们也是说尽量，啊，要能够心能细道啊，这样理解吗？心能细道只是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并不稳定，这样可以接受吗？就像我们是有我相，只是这个我相稳定不稳定，是不稳定的。不是我能主宰，如果我能够主宰让我相很稳定的话，我就要永保青春美丽健康，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把握不了，这样理解吗？所以叫做无我。所以这里的心不系道是说我尽可能的系道，但是呢也非我能够主宰的，这样理解吧？哦，所以这个其实也因为这样子哈，我们会比较自在，而不是说我非系道不可，我一旦不系道就怎么样了。其实我们主宰得了吗？其实还是主宰不了，因为不仅是我们宿世的因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状况，哎，是不是有可能啊？等到生病的时候，可能那个道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啊，生病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能主宰得了啊。那除非真的也是道心道业要很强，但是那个强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也都各有因缘啊？这样理解吗？哦，虽然我们也很想要心能够系道，哦，我们也希望能够结什么善业，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结恶业啊？哎，也会啊，哦，我们希望一直都能够发出善的心念，善的心念，但是有时候也是会起烦恼啊，哦，所以呢这里的意不结业就是说我们真的也把握不住我们一定结什么样子的业，只不过在结业的时候，哦，所谓的结业就是在下因缘，我们每个起心动念是不是都在，哦，等于是在发出哈，哦，等于是每个念头是善的，就是在下善的因嘛，啊，哦，也因为有善的因，所以就有机会结善缘，因为因缘它会自动排列组合
善因会跟善缘结在一起，恶因会跟恶缘结在一起。善因跟善缘结在一起就是福报的出现，恶因跟恶缘结在一起就是什么？业障的出现。哦，那我们当然理解这个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我尽量要去结什么善业，但是我们把握得了吗？把握不了，我们也只能尽量而已。所以这里的不是在讲性空，是在讲因缘，这样理解吗？而不是在否定哦，说我可以不要结业。我们有没有能力不结业啊？没有办法，不是善业就是恶业了。当然也有无忌业啊，也有无忌业，就是不牵涉到善恶的起心动念，也有三性嘛，对不对？但是这三性其实我们一直在变化，也因为一直在变化，所以叫做不结业，不是不去结那个业，不是在否定结业的现象，而是在告诉我们结业的当下没有固定不变啊、单一不变的那个主宰的特性，这样理解吗？啊、是去破除什么自信妄执，不是我们主宰得了，我们一定是善业，我们只能说尽量结善业，对不对？那是不是也预留了一点恶业的空间啊？因为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一定不结恶业，这样理解吗？哦，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讲因缘法，所以出现了否定式的符号。所以这种否定式的符号的出现，千万不要以为是在否定那个现象，那就错了。哦，就以为说啊，就不要细道也不要结业，不是，不要细道不要结业只是在讲相啊，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因缘是不是不同啊？不一样，那就是要讲到因缘法里头才会深入，而且才是真的佛陀教我们的真理法则，这样理解吗？哈，所以呢，无念无作，非修非证，有没有？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是要有念有作，有没有念跟做的现象？哦，我们念念都希望是善念，我们所造作的也希望是善业，哦，但是非我们所能主宰啊。为什么？因为因缘法它是不是就没有主宰的特性，也没有单一的特性，也没有不变的特性，有没有？所以叫做无念无作。我们也希望有修有证，有修有证是不是也是现象？哦，但是我们的有修有证也非我能够主宰，所以叫做无修无证，这样能理解吗？在修证方面我也尽量随缘尽分，希望能够在善业上有所修证，但是我们有可能是不是也会去造作一些恶业啊？还是会有的哈。所以呢，这里的非修非证不是说啊不用修不用证那就不对，不要修不要证那是不是否定现象而已啊？这样理解吗？啊，所以要去解释到什么因缘里面去，要解释到因缘去哦。哦，那这里说不立诸位而自重罪，名之为道，有没有？什么叫不立诸位哈？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果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当然到这里很清楚的有初地二地一直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那在这个之前是不是还有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暖顶忍是第一，有没有？暖顶忍是第一，这些是不是都是都要经历果位？如果我们都糊里糊涂，表示都还很下面啊。哦，如果逐渐清楚，我们还有机会慢慢慢慢的提升。哦，那这个都是必须要经历这些果位的。哦，但是为什么说不立诸位，有没有？啊，而自重罪，也就是说我不能去执着我一定要在哪一个果位，这个不是我们的执着能够执着的来，
就好像我们读书是小学程度就是小学程度，但是不是永远不变的小学程度，是不是也有机会能够怎样到中学嘛？但是就算我是小学程度，我也在小学程度的当中，我尽量的去努力，儿自重罪，有没有？我就活在当下嘛，我就在当下里头努力的话，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提升啊？哦，所以这里的不利诸位，应该就是说，其实这个果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了，它反而是可变可化，只要我们好好活在当下，好好的努力当下，用功当下，是不是我们就有机会慢慢的进步啊？哦，这是在因缘法上面的解释，这样理解吗？哦，因为这个在现象上，我们是要经历诸位种种的果位，这是不是一定要经历的？修行也是有到一个果位，只不过那是一种现象。哦，那这些这要到哪一个果位，其实是因缘的问题，是因缘的问题。一旦要去表达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否定式的符号会出现，叫做不，有没有？明明在现象上是要经历种种的果位，但是加一个不利果位，反而是在讲什么？不管哪一个果位，它是不是也都是因缘所成啊？哦，其实都是因缘所成。那这个因缘所成最可贵的就在当下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收获会不会来？会来，只是我们不求，因为所谓的收获它是自然原生出来的，不是我们追逐来的，所以要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哦，所以呢，这些其实我们说在因缘法上的努力哈，也就是所谓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金刚经里面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在讲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要不要生心？要生心，生心是因缘，收获是果报。哦，如果我只问耕耘都是善的因缘的话，果报是不是自然就会有福报出现啊？好，但是我们不要去一直追果报，然后忘了要生心，忘了要努力。我们一般都是只问收获而不问耕耘，是不是很容易落入这个状况嘛？凡夫的特性是我们很容易一直在追结果。哦，人家为什么那么富贵，我也很想很富贵，但是我就不去努力的话，可不可能富贵起来啊？不可能啊。好，看到人家的富贵，我们应该去赞叹，这个是人家的努力出来的。哦，虽然我现在不及他，但是我也可以去努力。我如果像他这样子这么努力，是不是也可以啊？也有机会的。因缘法上本来就是可变可化的事情，而且在因缘上面，也是我们能够用功修行的立足点。哦，所以这里的儿自重罪呢，其实也等于是活在当下，就是去努力的耕耘啊，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其实这句话也等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因为这些要经历这些果位，是不是已经是收获啊？不管是在哪一个果位，其实是一种收获。但是可贵的应该是在怎样，在耕耘上面啊，儿自重罪嘛，我就尽量的去耕耘耕耘耕耘，至于是什么样的果报，那不是我能主宰的，也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不变的，是不是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啊？就算我到了某一个果位，那也不能停顿在那里啊，是不是还是要再努力啊？就算我还没到那里，那我还是有机会再努力嘛。所以关键会在于我的努力，我的耕耘。所以这个儿自重罪其实也在于我的耕耘，我随缘尽分的去做，至于在哪里结果，那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不是我能够去怎样主宰的。我们因为一直想主宰很多的事情，所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当我们不想去主宰事情的时候，就不会比较没有压力，压力会去破解。哎，我们的压力来自于我们着相，
哦，人比人气死人哦，比来比我，他这样子，我就非要这样，哦，不是去追一样的那个现象，那些现象其实不是追来的啦。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都是原生出来的、啊？因缘生出来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因缘上努力不努力。哦，所以呢，这里不立诸位而自从罪，也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个才明之为道，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这个道路本身，我们才有机会慢慢的往上提升，我们的生命的能量也因为这样而产生的，哦，而开始踏上什么成佛之道。哦，就像我们画的这条线嘛，对不对？哦，我们知道整个的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哦，这个是不是也都是要透过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哦，而且我们要知道如何的去耕耘，那么就是要透过闻会、思会乃至修会嘛，对不对？哦，还要持戒，还要修定，哦，乃至还要广结善缘，哎，量的扩充，对不对？如果只是戒定会的话，那是自我的解脱嘛，就走上解脱道。如果是心量大的话呢，他就还是透过布施。啊，忍辱，透过这个啊精进，它是不是会量的扩大？哦，因为持戒也是一样，波罗蜜也一样要有啊。啊，禅定的波罗蜜是不是也一样要有啊？啊，波瑞是慧的波罗蜜嘛，波瑞波罗蜜，对不对？它不过就是再加上布施的波罗蜜扩大，忍辱的波罗蜜是不是也是扩大？因为要广结善缘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碰一鼻子的灰，对不对？哦，有时候我们的热心去贴到人家冷屁股，我们也一样啊，要忍辱下来，对不对？啊，因为量的大就是要去接触更多的众生嘛。哎，但是这些众生不是一定如我们的意、如我们的愿呢、啊？啊，我们也不是要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愿，而是只是想要去利益众生而已。啊，只想要去利益众生嘛。哦，所以呢，菩萨道不过就是戒定慧，哦，六度也不过就是三学的什么扩大，哦，但是在执上是一样的，就是慧，透过法性空慧才可能有涅槃的本质的出现了，啊，这个才叫做道，哦，所以所谓的道就是真理法则，乃至到真理现象的现前，哦。好，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修行也是离不开这个，其实不管出家与在家，对吧，要面对我们的生死，其实也是要透过道，哦，只是要专业还是要兼业，哦，那当然各有因缘，哎，不管是要专业还是兼业来说的话，那其实生死只要我们愿意想要去面对生死，就必须要去依循着真理法则啊，也就是所谓的道，啊，所以也依循着真理法则，所以它会充满了什么否定式的符号，都是在讲因缘法，都是在讲法性，所以我们常说，哎，性会跟空结合嘛，相是不是跟有结合啊？啊，性空而相有，啊，性空讲的就是因缘法，所以属于否定式的符号就是在讲表达什么因缘。哦，是在否定我们的自信妄执啊，是不是在否定自信妄执啊？不是在否定那个现象哦，哦，一样有念有做有修有证，只不过结果到底如何，不是我们能主宰的，我们也只能随缘尽分，我们也只能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念与做修与证是不是都各有不同啊？就算是我们个人，其实在修行的过程里头，是不是还是各有不同？哎，不同时期也不同的收获，不同的用功也有不同的收获。哦，因缘本来就是千变万化，是瞬息万变，就看我们投注了多少，耕耘了多少，那收获是不是自然来的？哦，其实是自然来的。哦，好，这是第二章。那第三章，哦，第三章，
佛言剃除须发而为沙门，受道法者去世之财，祈求取足，日中一时，树下一宿，甚勿在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佛陀就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沙门就是怎样剃除须发，所以呢，这个头发是要剃除，连须胡须也得要怎样要剃除，所以有的也有人，这个老比丘还要留个胡须，这就不大对劲了。其实连胡须都得去，不是只有去头发而已，所以是剃除须发，须跟发而为沙门，就等于不需要有多余的，那也没有任何的装饰，那主要就是能够专心一意的，免得我们的心容易外放到，身外之物上面来了，那主要呢就是希望能够很专业的受道法者，有没有，其实也就是在真理的道路上面的，的理解之后的实践，理解，从接受思想观念到去实践，生命的实践，生生世世的实践，所以叫做受道法者，受道，所以这个道也就是真理，就是真理法则，真理到真理现象的现前，那非常的，专心一致来讲的话呢，那么就得要去世之财，祈求取足，就等于是不要把心又挂在，这个名分地位上面，钱财，或者家眷里头，所以呢要去除世间的这个资财，也因为去除世间的资财也比较能够在，在这个道心道业的功德财上面来用功，所以能少欲知足，所以呢祈求取足虽然佛陀也制定比丘是需要去托钵的，那这种托钵也只是挨家挨户，不会去选择，而且呢这个起到一个程度已经够了就好了，不会再继续然后去储备明天的后天的，以佛家的制定呢是不去续存，不去储存一些未来的这个粮食，不必要的，因为一旦储存了我们就懒得出门了，一旦不出门了是不是法就弘不出去了，就传不出去，所以呢都等于让我们把我们感受到的法跟我们生活上面的这个属于食物的这部分能够结在一起，也等于是我们可以真的是很赞叹佛陀的这种智慧，等于是这个法的弘传其实也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的这种资粮当中，食物资粮里头，那一样，去乞食，从居士那边乞食过来，我们要有法能够怎样供养出去，也要有法的供养出去，所以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去想要起更多的食物来储蓄的，不是，所以要祈求取足，能够少欲知足，也比较专心在道心道业上，所以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所以有的是过午不食乃至只是日中一时，只要维持得了我们的色身就行了，那住也是极简单无比的，就只要有一棵大树或者有个种间就能够怎样安休一晚，所以以南传比丘，这个原始佛教来讲的话，比丘的生活是极其简单无比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朴实，朴拙的感觉，那也可以觉得说，真的身外之物已经不重要了。其实原始佛教它本身虽然生活很简单，但是心灵很富足，是因为道心道业的用功，道心道业的用功其实外在的就不重要了，所以呢甚勿在意
啊，是不需要再多的了，啊，使人愚蔽者呢，爱与欲也，啊，让我们，啊，这个变得愚痴蒙蔽呢，最大的，啊，来源就是什么？爱与欲，贪，啊，爱与欲是不是都由贪而来啊？哎，尤其在欲界的贪，啊，是永远贪不完的，对不对？如无底的深渊啊！哦，为了要去追逐我们欲界的贪，哦，我们反而这个根本也没有时间去修行，啊，甚至去造作很多的恶业而不自知，那就是真的很可怜。啊，因为我们每个造作里头是不是都有所记录啊？其实都全都录的哈，那个都是因缘啊，哎，它是会流转的，会影响着我们的未来，而我们。因为没有那样子的智慧去怎样去见到未来，啊，而我们只贪图眼前，就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呢，前面也讲哈，啊，那个一旦讲到出家，就是要断爱欲嘛，啊，要断欲去爱，对不对？第一章里头说要爱欲断则如四肢断，不复用之啊，对不对？第二章也讲到要怎样要断欲去爱，到第三章还是讲到使人愚蔽者有没有爱与欲也，啊，所以就算是在家居士来讲的话，啊，在这个部分也慢慢的要能够调伏，啊，不是马上就能够断，但是呢起码慢慢的做一些调整，啊，好，那么我们进入第四章啊，进入第四章，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啊，有十件事情哈，啊。那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啊，那身三者呢，就是杀盗淫。啊，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啊，忌讳吃。哦，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好，哦，想这个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哦，非常熟悉，就是身口意三业，哦，由身业而发展出三个，哦，就是杀业、盗业跟淫业，哦，那当然以出家人，啊，这个杀盗淫是完全是不能做，那在家的话呢，啊，杀业当然也不行，盗业不行，淫业的话呢是，啊，这个不能邪淫，啊，那口四，啊，口业有四种，啊，一个是两舌，啊，搬弄是非，啊，恶口伤人，啊，讲一些不实在的话，啊，或者花言巧语，哦，那讲这些往往都是，想要获得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去毁谤他人都有可能。那这样子是不是也都广结恶缘啊？啊，尤其我们的语言啊，是足以伤人的，啊，也能够也会去坏人家的道心道业种种。所以我们的这个，在口业上啊，也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当然这些口业啊，或者身业。也来自于我们的什么意业，因为由意业来领导着我们的身业跟口业，啊，所以在意业上呢，也就是所谓的贪嗔痴嘛，啊，贪嗔痴，所以呢，这个也因为贪，啊，而有嫉妒的特质，啊，嗔呢而会有嗔恚的特质，啊，还有就是愚痴，啊，我想这十事来讲的话，啊。如果能够顺圣道就是十善，不顺圣道是不是就是十恶，哦，那这个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哦，那这个也都是我们做人处事里面的最重要的基准，哦，尤其从那个五戒是不是就包括了这个，哦，五戒的这个，哦，不杀生、不偷盗，哦，在家居士不邪淫，还有什么不妄语，对不对？不妄语本身是不是已经包括了四个，啊，口业，啊，那这个饮酒，啊，不饮酒呢，其实也是希望我们的意业是清醒的，啊，不去影响着我们的意业，啊，
所以呢，我们说五戒十善都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的条件呢、啊。啊，尤其我们说，哎，人间佛教的观念啊，也希望生生世世在人间里头修行啊，所行的呢，啊，我们做人处事最基本、最基本就是守着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啊，所要好、啊，这是我们再生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啊，所以也不只是出家啊。在家都一样啊，这十善业都是我们的最基本的部分，哦。好，那第五章，好、哦，第五章，佛言：人有重过而不自悔，顿习其心，罪来复生，啊、哦，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啊、哦，佛陀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人很容易有什么种种的过错。啊、哦，那其实也不怕犯过，而怕什么？不知道改过，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呢，我们要改过的话呢，就必须要自悔啊、哦，自己要有所忏悔，而且要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我们常讲说，啊、哦，我们能够自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修行上也是一种进步。啊、哦，能够反省到我们自己。啊、哦，所以这个自悔也是自我的反省啊、哦，自我的忏悔啊、哦，因为我们做人处事，身口意业上面难免会不周全啊、哦，这个善业不足，难免会有烦恼啊、哦，这个恶心恶念去伤害到别人啊、哦，所以我们要透过自悔来怎样来顿息其心啊、哦，要能够安顿得了我们的身心。哦、而且还要熄灭得了我们的恶心恶念、哦、所结的恶缘、哦、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罪来复生呢、啊哦、这个恶业恶因恶缘一旦结下去呢，那么业障是不是就容易现前啊、哦、我们恶因加上恶缘，那么就是业障的现前、哦、一旦业障的现前，就是罪来复生，所以它就如同那个水一样哦、水如果慢慢流到海、啊、往水往、啊、那个河往那个海流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本来河水是小的、啊、但是流到海里头，哇，那个海是不是就非常深非常的广 啊，所以这个也等于是在讲我们的那个、啊、莫以恶小而作，对不对、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小小的过错、啊、那个烦恼好像没什么，其实是很严重的啊！尤其我们一旦知道善恶业力的问题啊，其实我们这些恶都来自于我们的烦恼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调伏得了我们的烦恼。那最容易最有机会调伏呢，就是透过真理法则。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往往是因为不理解真理法则。一旦理解真理法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错啊，也知道这样的烦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到说，如果有人哈、啊，若人有过，要能够自解之非啊，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什么错误啊。尤其我们说，我们的第七意识本来就是非量的基础，我们也是透过比量才有机会到达圣言量啊，圣量，也就是所谓的限量 啊。所以呢，我们一直处在这个非量的基础里头啊，要完全没有过错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要自解之非，要改恶行善，那我们的罪业自然就会消灭、哦、就如同我们得、哦、如同一旦生病、哦、如果能够流汗的话，那么就有机会怎样痊愈、哦、不会有所这个损伤、哦、也就是等于说、哎、这个发烧了，这些要能够冒汗了，可能那个烧就有机会退了、哦，我们的过错要能够由小变大是很容易的、哦、所以在小的、哦、恶一旦有点恶的时候，我们就要有自觉的能力、哦、要自解之非，要能够改恶行善，那么罪业自然就会消灭、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先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